大家好，我是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 NAC。 我们已经来到楚克多的矿坑，要在矿坑里面走动，要去找巨大的神器。I can't contact Ryder. So, just to recap, your plan is that we sneak in through a disused side entrance, travel undetected through several miles of active mine tunnels, at which point NAC will open the door. Oh, and we have no way to tell Ryder where we've gone or what we're up to. Yes, that's pretty much it. 很多问题耶。As for the contacting Ryder part, 要怎么联络？ Have you ever seen one of these before?这是什么东西？ Holobot? Indeed it is. 无人机。Whatever he is, this will find him. Ryder, 这么神哦。We managed to get Lucas back, but Victor's up to something very strange. We're headed into Trogdo mine to check it out. Trogdo. 我们要往矿坑里面走了，然后还不能被人发现，怎么可能不能被人发现呢？ Into the mine. 就这么样，这根本就是没有计划的计划嘛。好啦，博士要我们进去啊，他还走得特别快嘞，欸，很强是不是？啊，巨大神器所在地，我们来找巨大神器。欸，等一下，刚才听到好像蜘蛛是不是？他在叫蜘蛛。哦，现在要打蜘蛛哦，现在要打蜘蛛哦，打蜘蛛。哦，让我不由得笑了两声，太有趣哦。想不到连蜘蛛也要阻止我们，欸，有两只，你要怎么阻止我？啊，吐毒液，还是用那个你吐出来的丝，蜘蛛人阻止。来啦啦啦，收集一下常识啊，继续往前走，等，哎呦，他们走好快哦，他们都不怕蜘蛛哦，为什么只有我要打蜘蛛，你们都不用？欸，你们怎么走过去的？你们怎么走过去的？你们太神了吧！哎，他会连吐两个，哎呦，吐毒液！想不到我被他们扳倒两次，又来了！这个会用龙卷风，我掉下去了！发生什么事情？我掉到悬崖里了！喂，我走！做完了！没神器，做完了。我刚刚，我不能往那边走，我不能往山下走啊！哎呦，不咻！快闪！哦，你们刚才骗我到山下！哎呀，这里啊，我感觉不小心摔下去了，想不到这里会摔下去了。常识，收集一下，掉下去就死掉了。真是的。等，继续往前走。奇怪，为什么你们都不会遇到怪怪的东西，只有我？他们直接跳过去了，他们的跳跃力也很惊人呢。还是用他那一把枪。Are there goblins down here? 地下有哥布林吗？小哥。还有更危险的东西，什么东西？哥布林还不够危险哦。既然说还有更危险的，不要吓我好不好？博士，不要吓我啦！还是这些蜘蛛很危险。不要乱来！不要再吐你的风了！哎呦！不要吐你的汁液啊！你的汁液喷到我了，有点黏黏的，很恶心啊！来到这边，神器又喷出来了！哟，长大了！我长大了！这里都被维克托开发过了吗？We've reached the active part of the mine. 还在运作的部分呢。上去打，要打人了。丢手榴弹哦。有一颗喷出来了。那颗喷出来的让我有点紧张。喷出来一粒粒。继续往前冲。我冲。来哦。吐。喂，这一次不让你吐，不让你再吐我啦，不要再吐了，哪有这么多可以吐？这个独木桥要小心，摔下去应该不会死吧？怎么可能不会死？这个枪是什么？这个枪好像很强哎，这个枪啊，到底拿什么神奇的枪？
还会射出圆盘状的东西。这就是现在的科技吗？有神器的科技。呦呦呦呦，哦，这里有，这里有很多神器。哦，我长大了，哦，长大了。哎呦，先拿到神器真好。那现在往这走是不是？哎，这里有吗？墩墩，还有吗？再来哦！呜呼！呀！哦哦！爸爸爸！哦哦！啊啊！哎呦呦！这拿枪的不好对付哎，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这里有吗？没有，没有隐藏门。哎，我马上就要变小只了。真可恶！墩墩墩墩！呜是的，好了，结束了。哎，还有，还有第二拖。竟然来第二拖，呜，声音直了吧？冲击，呜，哎，冲一下竟然没死，呜，第三拖，哪有这么多拖啦？拖一拖的，就，呜，没有了吧？哎，还有哎，哇，直接打击，跳下来的瞬间直接打击，哎，有。It looks like the elevator motor is missing its relics.因为我花神器在这了。好了，可以啦，可以啦，啊，可以啦，博士，啊，又要变小了，啊，即便我有千百个不愿意，我们走啦，坐电梯下去哦。怎么，博士要走这么慢吗？又来了，这里，又是两个人，哎，五只二张了，地下挖掘现场，哎，有点快。有点快。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谢谢大家的收看，呜呜，我们下集再会，拜拜。一大堆丢炸弹的，好多人在丢炸弹，呜，跳起来跳起来，呜呜，没被炸到，一发都没中，真是难得，真是难得啊。要走这里是不是？离开泥土，这就像真正的采矿在淘金是不是？